上海背靠长江水，面向太平洋，长期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。上海始终是外商最青睐的投资首选地之一，也是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布局的首选地之一。上海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，聚焦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，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加速创新成果转化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。预计到2025年，三大先导产业总规模将达1.8万亿元。目前上海是全国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整、技术水平最高、综合能力最强的区域。到2025年，上海将形成国际一流、技术先进、产业链完整、配套完备的集成电路产业体系，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高地。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方向是：一、集成电路设计；二、制造和封测；三、装备和材料。产业优势包括：一、产业资源集聚，集成电路产业销售规模约占全国1/4，超过1000家行业重点企业，全国40%的产业人才，全国集成电路进出口最大口岸。二、产业基础愈加坚实，上海集成电路生产线占全国比例最高，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已募集资金超1000亿元。三、关键技术重大突破，制备国内首片300毫米射频 SOI 晶圆，国际上首次实现百兆比特率的实时量子密钥分发，助力9张3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突破255个光子操纵，发布 MEMS 标准工艺模块及90纳米硅光集成工艺2项国际先进水平技术成果。